7月15日，胡杏儿身威力服出席某乳癌关爱活动，非常切题的秀出酥胸，以关爱大使身份呼吁大家关注身体健康。不少女星都曾为了宣传乳癌防治活动而全裸上阵拍摄宣传照，不知道胡杏儿是否也有拍摄这样的照片呢？其实这一次他们没有要求这样的，就是拍摄这样的照片，但是我觉得我看过他们拍过的照片都很美啊，所以我也不会介意啊。对，我觉得最重要是背后的那个意义吧。对，自从与黄宗泽分手后，胡杏儿一直是工作忙不停，完全没有安排谈恋爱的时间。最近好友周丽淇与内地小生徐正熙姐弟恋曝光，不知道常在内地拍摄的胡杏儿会不会有心效仿呢？我觉得随缘吧，这个对，随缘。来，香港电视有望发牌的消息再度传出，胡杏儿大感开心。不过有合约在身的她暂时没有与其他电视台合作的机会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